年啊，我就成为咗人哋嘅妻子啦。咁同年因为信仰咧，我就多咗个天父阿爸，我觉得系我人生一个转捩点嚟嘅。我将一套好细价值嘅生存之道，我慢慢去放低，我一步一步咁去拆毁我自己嗰种强悍。咁当我一步一步humble去将我呢、这个我字去缩细嘅时候啦，好多嘢都唔同咗。特别系我哋做 artist 噶啦，即系好多人咧都会将我哋去放大，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嘅。咁当我慢慢学识放低自己嘅时候咧，我觉得睇嘢嘅角度咧，好大好大嘅转变。我睇嘢咧，我唔系再睇到自己有乜嘢系会比人好，我反而是看到很多很多我自己的不足。咁亦都喺信仰的路上啦，我自己经历了不少的磨练，令到我知道其实很多嘢都不是可以在我哋嘅掌握之外嘅，掌握之内。咁好多嘢咧，我都是执着嘅都会放低啦。咁我会是很诚实地面对自己。我会接受自己，我会有很糟糕的时候啦。我都会接受我自己有很软弱的时候。我会顺服我的境遇，即无论它是好和坏。有一天呢，我就发现我的光环它再没有能力去捆绑我了。我在里面正式被释放出来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所以呢，我真的不是女神，我只不过经常都是会是一粒很小的盐，有时会发下光的阿 V， 好吗？明知我的心碎苦衷，仍放任我做空梦，难得你这个朋友亦陶醉。生命里面有没有遇到天使啊？是哪个？我焗你说的。我都希望是啊，我都希望是你们生命的天使。刚才那只如果你知我苦衷呢，是Leslie 写给我的，他都是我的一个肩上天使来的，他是一个扶持了我的前辈，我是永远永远感激他 ,Leslie, 很感激他。其实呢，你们都是我的天使，因为呢无论在高处低处，大家都是一路咁守护我的，是不是？有一位朋友呢，他跟我呢都是互相守护同行者来的。所以呢我很想欢迎我这个嘉宾加入我今次这个特别的演出。有请中年好声音二的四大天王之一的 Kim Man 黄建文。
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，再多再多只生活中渐渐苍白，渐渐苍白。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，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句句点点，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，缭绕话题中渐渐沉默，渐渐改变。随缘分过去，你不再问，不懂珍惜时辰，缓缓看着我消失，只因你开惯我的旅人，对你再不憎恨，当然都不动心。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？其实每次的巡演，我会跟自己说，要找回最纯粹的心去表演，记住为爱我的人唱歌那种感觉的。因为在上一个巡演呢，我经常都会讲到，就是说人生去到不同的阶段，我们的追求啊和需要都是会有很大的改变。今次这个巡演呢，的确呢是每一场呢都是倒数的时间了。我准备完成了这个不知道历时几耐的旅程之后呢，就会休息一阵，所以今次会是我最后一次的个人大型演唱会。因为呢，我觉得时候都差不多了，我要专注去照顾好我自己的身体啦。你知道我乱吃嘢，食咖啡卷啦，好不健康。同埋照顾我嘅家庭啦，因为其实我啲猫仔咧，佢哋都唔细啦。咁我希望可以多啲时间陪我嘅猫仔同我先生，我哋希望可以有更多共处嘅时间嘅。咁你哋应该理解嘅，系咪？我唔会唔工作，我唔会唔工作。不过咧，我系只系想咧，可以系有更多嘅时间可以调节下自己。你知啦，因为时间真的很快过，如果错过了就错过了。无法隐藏这份爱，是我心情深似海，一生一世难分开，难改变也难再，让你的爱满心内。然后再感无后悔，一直爱我。A long and last train love， 这世上已不多未重，你却是我心中所想，真心说爱是漫长，求天放我未老。剛才那段片我改了个名字叫做 You and V。 为什么呢？在英文26个英文字母的排序里面， U 的后面是紧贴 V 的，所以这两个字是永远黏在一起，没有东西可以分隔他们，所以我改它做 You and V。 好 sweet， 真的我真的很多谢你们咁多嘅 U 去成就今日嘅 V， 好多谢你哋。时间真系要唱今晚嘅最后一首歌，你唔够咧，你可以去广州，9月15号。
會唔捨得，但我都祝佢日後嘅生活過得愉快啦。好傷心啊！佢最後一次演唱會有少少眼濕濕，但係即係知道最後一次，所以佢之後啲行程我諗我好多都會去參加咯。會唔捨得嘅，但係時間唔等人㗎，所以呢場我就嚟得就嚟咯。